但是金满地外，为了你，我愿意放弃我的原则。琼姐，我现在告诉你了，最棒的乐队。白天我已经破例跟你们去听了杜明翰的歌友会，晚上你竟然毁了我，毁了我木帆呕心沥血创作的四重奏。不会再有下次了。 绝对不会！别不开心，你知道木凡就是那么个挑剔的人。哦，好感动，你先帮他说话了。你怎么了？今天怪怪的。看来你们在牵手。 怎么？他哪有在牵手？他只是在研究我的手。哦，研究你的手。我想说，我还是不要把心给他好了。啊？你觉得写的不够好吗？ 同学，我写了首诗给你。要朗诵。啊？蝴蝶眨几次眼睛，才学会飞行。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个会落地。停。光是前两句就已经有三个问题了。 首先，题材选的不好，很陈旧。写蝴蝶，你能写过李商隐吗？第二，你的量词用错了，星星怎么可以用个，应该是用颗。第三，我想在座的都会有一个疑问：蝴蝶会眨眼睛吗？那是拟人手法。什么叫拟人手法？ 文以载道，今有鲁迅、老舍。孟凡同学，虽然我很欣赏你的音乐才华，但是对女孩子请你温柔一点。你根本没有用心听。蝴蝶眨几次眼睛，才学会飞行。 完了，失败了，民乐系的未来堪忧啊！爸，校长组委会都警告我了，这个学期算做到头了，民乐越来越冷门，我没有办法改变现在年轻人的想法。
假如杜明翰来明月系做宣传呢？是我们今天看到那个大明星吗？我说假如。我们今天去杜明翰的歌友会，人超多的，可是他哪去找这个人呢？我可以 call 他啊。你有他的电话？今天在歌友会嘛，我在厕所遇到他。厕所里他给你他的电话，所以传言是真的。哦，他本人更是，反正我蛮有把握他会来。阿德，那我就代表明月系谢谢你。每个艺术家都会有自己的牺牲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有，我对不起，那是我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，谢谢你帮我爸爸，什么都没做，但至少你的主意给了他一个希望。哎，那木凡同学，你还好吗？我没在想这件事情。那你呢？你还好吗？我好像也好了。宋小晴，这些日子里我一直有一件事想跟你说，只是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反应。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竟然看到了蝴蝶。蝴蝶，我就知道你不会相信。还有一次看到学生辛辛苦苦的恋情，还有一次我飘在半空中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看着我的眼睛，信不信？我相信你，你对我很真诚，很真诚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必须跟你说。我来这个学校之前，我的生活环境跟现在非常不一样。我知道啊。你知道？嗯。我能想象你每天早上带着小羊一起去吃草的样子，你一定很不习惯都市生活。不，我适应的非常好。在一望无际的草原里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漫天遍野的星星，那种感觉其实挺好的。我蛮向往那种生活的。我也是。所以你是真的相信我？阿德，你现在说什么，我都相信。我觉得我是你的知音。